现在即将进行我们的 Z 型箱的堆垛实验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吊秤，但由于这个吊秤的电子屏呢跟我们的手机屏频率相同，可能有点闪。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是2842公斤。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顶部啊已经吊了两个箱子上去了，纹丝不动啊。如果按照这个建筑高度来说，相当于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搭建三层了，所以我们的 Z 型箱的承受的力度还是很好的。现在即将吊第三个，一会儿往下吊的时候看一看哈，这个单个的重量是不是1.4吨。可以看到啊，1402公斤，这是我们的重量。一旦这个能放上去，就说明验证了我们的 Z 型箱可以堆叠四层。哪怕是我们这个叫经济款的 Z 型箱，只用了2.5的厚度，也是可以满足四层的堆叠的。目前为止，它已经承受了4200公斤，折合8400斤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整个的结构测试上，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当前建筑和应急市场上的要求的。